一下子就到了第六集的讲解视频了，大家有没有觉得这个舞好看呢？记得多点赞哦。还有大家有没有对我舍不得呀？现在开始来学习这支舞蹈吧。现在开始最后一集的讲解，第一个动作，双手往左侧抹开，身体平移出去，二的时候放下，脚下是一二，直接移出去。好，同时来一遍，走，一二。好，三四的动作，右手背手，左手往上托，三在这，好，四的时候吐气下沉，四，好，脚下动作，一二在这，对不对？三迅速并住双脚，三四的时候蹲，配上身体就是走，四，好，五六的动作。首先来说手部动作，手到了这儿，左手直接变成胸前按掌，右手往上托，同时眼睛往右侧看过去，这是上半身体态。然后这个动作是背身做的，刚才三四到这儿，对不对？好，上半身动作，大家一定要把背部展开露出来。脚下动作直接从半蹲的状态不变，左脚不变，右脚伸直前点，五六，好，七八，收手收脚，七八，然后就是最后一个八拍动作。最后一个八拍动作就跟我们第一个八拍动作最开头的动作是一模一样的，一二手部动作，三四，哎，脚下没变啊，刚才是到了这，对不对？一二的话可能要走一下左脚啊，左右，一二，好，三四直接盘腕，三四，最后五六七八的动作就是左脚往后撤一步，右脚前点，然后先把脚步动作给大家做一遍，然后身体体态是这样子的，身体面对我们的左侧，但是头一定要看向前面，然后双腿弯曲膝盖。好，手部动作就是从盘腕之后，就是直接从我们的体前拉出给到正前方。好，手脚同时来一遍，就是五六七八。好，我们把这两个八拍的动作来一遍，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章记的教学讲解视频到今天结束了，大家学的怎么样呢？如果喜欢的话，记得多多点赞哦。同时，大家有喜欢的其他的舞蹈，都可以在屏幕下方留言。然后咱们后会有期，拜拜。